哎，你坐这个位置，哇，你这位置太好了。这租的房子是吧？嗯。哪里的？西武。啊？日暮里那边。日暮里的，哦，好，你忙你了啊。你好。这是江西的老表是吧？江西老表。啊，你们上班都戴着口罩的。对的。嗯，好。你在干嘛？我在看微信。啊，在看微信啊，上班看微信啊。对啊，我们上班就是用微信的。啊是的，嗯，啊，用微信上班的呢。好，好，你忙你。送的是我们现在去哪？我们现在去我们越南人的弗洛瓦。哦，越南人，嗯，越南人还有个弗洛瓦。这越南的这个弗洛搞了多久了？已经有4-5年了。四五年了，哦，这家做中介，哇，这么多人。今天我们过来点的。那个，啊，四五人。嗯，这里他们总共有多少人？一共有28个人。28个人。现在只有一部分。哦。嗯。等于他们都属于你管。是你手下的，然后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力道在这里的。对对对。啊。啊。你的办公座位在这边，啊。铃木也叫二毛，在你的办公座位，这旁边是林家子 ，OK。行。这都是越南人啊，北德拉姆，嗯，有28位是吧？28个，嗯哼，10个人，他们还没自己吃饭。这里面8楼，在这里是8楼，嗯哼，这些照片是什么回事？这是跟客人签约以后留的纪念照片。啊，客人的啊，那就不详细拍了。这小吃白盒给的什么东西啊？这是那个在建的那个不动产的证，就是营业许可证一样的东西。哦，营业许可证。对对对。哦，这边一个在地建筑，这是怎么解释啊？他其他别无能独立机构有商标，就是业者票，就是拥有那个营业权利的公司都会有这个东西。嗯。哦，这里有你名字。是的是的，白鹤托利西马利亚狗铃木雅治。是的，其实你的小名叫二毛。对对对，对吧？对。哦，这林家子是你们公司的？是我们公司的。OK。这里还有什么？这是不动产协会发的那个证，会员证。哦，说那个总理大臣认定的会员证。对对对，这是章程。对，旁边的话就是必须得让客人知道的那些内容。嗯哼，嗯哼，啊，行，等于拿到这个证，这个平成28年是多少年？是平成28年是五年前，5年前的2020多少年？2017年，2017年叫平成28年，对，拿到了这个，每次是5年有效是吧？对，5年，然后现在这张金版没有更新，就旁边那张那个。这个会员证已经更新完了，5年会变一个数字啊。我们现在已经是2了嘛。这小池给的，我们东京都知事，对吧？对的。好，嗯，这你们公司的名称。对。ST 后，好金股呢？对。嗯，这是你们平常。就是要租的房子是吧？对，要租出去的房子。是的，是的。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礼金不要钱。特销房的话，会有礼金和押金，不要钱。啊，押金也不要。对对对。外国人也可以。对对，有一批这样的房子就等于首付会便宜。嗯。
嗯，然后没有满二十岁的也可以租。对对对。哦，有家具，有家电，啊，中介费是零，也是啊、嗯。那你们这服务还不错，好。那、啊、这个是租赁的房子，这个一般小龙哥，您这个房子要租的话是租20万左右一个月。就是谁买的这个房子，嗯，可以买的这个房子，他要租赁的话，那就是每个月的房租是20万，对，20万，礼金收一个月，付金是两个月，敷金啊、嗯，付金是两个月，付金是啊、押金两个月，两个月对，啊、哦，这就是这个房子内部，对对对对，嗯。然后那个租的人的话，一开始可能要多花点钱。嗯，第一个是礼金一个月20万，付金两个月就是押金两个月要40万。然后日本有一个保证会社，嗯、就是租客没付房租的话，保证会社替他付，他那个会需要房租的一半。嗯，然后这样的话首期是10万一个月。嗯，啊，10万付完。嗯，然后接着再加上那个房租的话，那就等于第一个月要90万。嗯。就是谁买下了这个房子，他要去租的话是，他可以，等于，嗯，他自己住也可以。对对，自己住。他就租，大概就是这个模式。对对对，这个房，这个房子的每个月的20万也好，那21万也好，22万也好，那是让他自己去定的。嗯。那基本是大概先是这样。是是是。嗯，这买下了这个房子是要多少钱呢？但是买下来是6980万。啊，6900万啊，嗯 ，OK。就是我要把这个房子卖了，这可能就是这个价格可以卖出去。是的，是的。嗯、然后回报率的话，嗯，如果日本新租的房子跟中国比，回报率还是挺高的。哦，它是对，它全新的，精装修的，而且是，对，240万，是3.5的回报率。对的。哦，那还不错。是的，是的，现在上海买个房子连一都不到嘛？啊、哦，回报率。上海买个房子一的回报率都不到，都没有。那在日本现在买房子呢，可以有3.5的回报率。对，这个是新建的。啊、哦，新建的，嗯，而且在车站旁边，对，在高田马场，在三十线内，嗯，对的，特别的高的。嗯，大家好，东京都记，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前面两集呢，主要是采访呢。东京的房市啊，房子的房，事情的事，是讲东京的房价呀，土地价呀，买房子，买新房，旧房，不是旧房，是中古房，二手房，还有就是怎么出租房，是吧？我们有专门的做了两集，就是现在我在座的旁边的这些朋友们的支持，然后呢，我们的。第一女嘉宾，第二女嘉宾，不是说他们长相第一第二，是因为她是第一个带我是做的第一集，她是做第二集，这位的是我做第二集的时候呢，在半路上碰到的，把她给拧过来的，这个是他们老板叫石之基上铃木，嗯，我们现在坐着的不谈房事，不谈房子的事，谈房子里面发生的事也叫房事，嗯，我现在就一个一个问，因为呢我们是比较密集，所以大家都戴着口罩，我现在在讲话我就把口罩拔下来了，嗯，等一下呢我一个一个先问一下呢，就麻烦我们摄影师给我问的第一个人第二个人顺着来的时候，他们要把口罩拔下来，就麻烦摄影师呢给他们一个特写，因为呢老戴着口罩陪着我，那做了两期节目呢也看不清他脸，我们的帅哥美女都看不清，那就太失礼了，还是给他们特写，给他们特写的时候我把口罩戴上，我口罩放上去，嗯，我找找啊，找找，哎，这，哎，对，好。小木哥，嗯，我觉得还是地上那个瓶子，瓶子还看得见，反光，能看见，嗯，反光，拿下去会好看一些。这里包后面，包没问题，包，我就这里包后面呗。对，包还是比较好。我放在包后面可以吗？对，可以的，可以。对吧？好。然后您就开始。哇，又要重新讲。直接开始。OK。好，我刚才在不是刚才啊，对，就也就是刚才了。我们在做第二集的时候，坐在我们的 SH 公司三楼，是 SH 吧？对。SH 的楼的三楼，接待我的接客的。是个男的接待的我的接客，就是这位，你贵姓啊？
我姓张。姓张。嗯。工程张。哎、哦，对。哦，长得好帅。你看我，你看看着你戴着口罩，这个只看了一双眼睛，那鹰钩鼻子、嗯，这个甜甜的嘴巴，嗯。你哪里人？我四川的。四川，四川哪里啊？四川成都。成都的。哎。那你能吃辣的？我。还可以，来日本以后就变得不太能吃了。嗯，来日本多少年？我来日本8年左右了。58年。对对。58年。八年。啊，来日本8年。来日本啊，2013年过来。嗯，来日本8年，2013年来日本的。对对。就看咱8年了。啊，OK。那你来的时候是一年的日语学校？哦，日语学校我是2年左右。2年左右。日语学，然后去读大学。嗯，对。是这个、在哪个大学？我在立命馆大学毕业的。李志梅。李志梅港。李志梅港是在京都的。在京都。啊，你在京都的。对，我京都待了就4年时间，就大学4年在京都过的。啊，就在京都。嗯。对，我们最近我们的观众对于京都 啊很有兴趣。对对。你知道京都是一个什么之都吗？京都的话，它就是一个历史上。嗯嗯，也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然后它的文化方面嘛，嗯、也就是很日本的一个地方。嗯，嗯，对，嗯，没错，就是寺庙吧，寺庙多，寺庙多，寺庙之都。嗯，对，寺庙之都。就是、像嗯，寺庙之都没错、嗯，文化之都，古都，对对，是吧？但它这个古呢，是中国来的文化。啊，我去金泽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说我明天我要去京都了，去看看你们的文化。那不是我们的文化，那是你们中国的啊，明白吧？啊、对吧？你看它的建筑，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我想勾引你出来，想讲一个它还有个什么之都，因为你没看过我们的节目，没关系，下次你以后好好学习我们东京都记的里面，我们已经做了14次、15次、16次了，其中大概在前面。就是在最近的前面3、4集前面，我们讲到京都，是我李小牧讲的是个不伦之都。哦，还有这个说法。啊，还有这个说法。哦、不是我说的，是渡边淳一说的。渡边淳一写什么小说的，你知道吗？《失乐园》，你知道吗？哦，就是电影。那《失乐园》的电影，他对，就是他写了很多的不伦小说，日本的不伦文化。他是鼻祖之一，不能说他完全是他，他算一个，就文学界的，这是所以我们刚才你讲到你在立命馆大学嘛，是吧？那在京都，是吧？其实我以前的我的服务员里面也有是在立命馆读书的，那比你应该早，那10多年前了。好，我就问到你这里，你的自我介绍已经完了，你看你是成都的。在立命馆京都那个不伦之都啊，不是、啊、那个都里面毕业的，对吧？然后你今年多大？我今年30岁。30岁？对，30岁。我来日本的时候是28岁，那你已经来了8年了。嗯，对，我很小就过来了。哦，很小，那你日语肯定很好了。还可以。还可以啊，你有这个自信。好，你可以戴上口罩了啊，你的特写完了，等一下我们再开始一起讨论啊。啊，我麻烦，请问你旁边，我是刚才在4楼的时候吧，我们聊天的时候，你是负责干什么工作的？我是公司的营业。跟着营业，营业是什么意思？就卖房子出去。对。你现在到你来这里来了几年呢？我来日本8年，来公司有4年。哦，也是来日本看展了8年，在公司有一半就在公司。跟他一起看站是吧？对，然后你开始卖房子租房子，你有卖出过房子吗？有，大概是多少价位的房子卖出去的？是你的成绩的话？有1000到5000万左右。1000万到5000万左右的房子都有。对。哦，那也不错嘛，4年。那问你们，铃木老板。实际上还是挣了点大钱的啊，好，你再干个10年的话，他们公司一个楼的一个柱子就是你帮他做的，对吧？行，那你是哪里人？我是江西九江人。哦，那我们是老表。对对，老表。对吧？对，这老表是你提醒我的，是你刚才说啊，我是老表，我就马上就知道你是江西人，是，
好像你还去过我们家，还没去过我们家，准备去是吧？对。等你找到男朋友的时候去我那里是吧？OK， 现在有男朋友了吗？你猜。我猜没有。你今年能你好像不好问年龄了，那我就不问了。能问吗？秘密哈，那我就不问，那我就猜不出来了。好，你可以戴口罩了。自我介绍，我大概知道你是江西人，来日本8年，在贵公司已经干了4年，还卖了从1000多万到5000万的房子，有成绩的，对吧？你贵姓来着？我忘了。我姓高。小高。对。他姓张是吧？我姓张。张，工藤张。工藤张。工藤张，高，小高，长得高矮的高。对。好，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吧？还是介绍一下，因为他换了衣服。今天不是，就是前两集的节目你们看到他穿了一个黑色西装，长得1.84米，是吧？在前一集脸上脱过一段口罩，大概应该看清他的确很帅。他不仅帅的外表，而且他的脑虚内心都很帅。但我知道他结了婚，也有小孩了。好像是读小学1年级了。但他是不是在外面偷情我就不知道啊，让他等一下自己诚实交代。他的自我介绍就不用了，你还是把口罩拔下来，我问你两句话。你现在这3位都是你的员工是吧？包括4位是你员工，这位是你的合作者是吧？那你现在在你很少可能在利用一种节目或者是公开来表达你觉得这种我找员工的时候是要身高，反正你今天跟我介绍两个跟我带路都是身高的，好像你讲过你一定要身高的，是不是对形象上也有要求的？形象上其实毕竟做营销嘛，有那么点要求。女的也要求，男的呢？男的当然你看。对，男的能不能帅？你也是做营销的吗？你也做营销？对，我附带做一些营销。附带做营销，你是附带。他是主要，我主要在3楼，在3楼，在一个接待的。接待啊，对，因为你形象好，要接待客的，搞接待的，接客的，是的，接客的，跟歌舞伎町接客是2码事，我知道，比较适合京都，对，比较适合京都，对，所以你要求要长得好，对吧？还是要外形，还有这个身材，对吧？对，再加上内在。内在要怎么样好？能不能告诉我？必须就懂得那个京都文化，并且不去触碰它。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稍微伸下手。太经典了！你可以戴口罩了。OK， 好，太经典了，好玩。小妹妹，我真的忘了你归我姓周。周。周来的周，对，周，你来日本几年？我来4年。4年？对。比他们俩少了一半。对。少了一半，对，你来4年是大学毕业了是吧？对，国内大学毕业。中国国内大学。对。国内是哪里啊？国内在西安。西安。你是？出生地也在西安。你是西安人。对。在西安读的大学。来的时候那有一把年龄了呀，大学毕业，没有，不好意思啊，那你来了以后，来四年在哪干了些什么？一开始也是上语言学校，上完以后读了大学院，然后毕业以后就来公司了。学校日语学校几年？一年半。一年半。将近两年。大学只要2年吧？对。那你是刚入职的？对，刚入职。我明白了，你刚入职他也要你是吧？刚来的，你还没做出成绩吧？目前租赁方面还是有一些。租赁还有，就房子也租出去，就是没卖出去还。对，还没有。别卖了，你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实际上看着你身材又好又漂亮，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男朋友？实话实说没有。哎，不可能。真的。很可惜没有。很可惜，好像在那期节目讲过要全网招男朋友是吧？是怎么全网招男朋友是怎么招我不知道。怎么招？反正如果是帅哥当然更好，但是全网是所有的网去公开我要找男朋友是这个意思吗？叫全网男朋友？当然如果有这个机会，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不，我想让你跟我解释，或者你老板跟我解释，什么叫全网找男朋友？啊，就是不是上镜了吗？啊，看到相中的就可以随时保持联系。哦，那可以可以，我们来一个东京的叫《非诚勿扰》是吧？那那我们就当今天我们是《非诚勿扰》是吧？好，就是哎，我们观众朋友听到了啊，他姓周，周瑜的周，周公的周，大学毕业以后来到日本。现在呢在不动产公司租赁呢做了一些成绩，卖房子还没有卖出去，哪天呢说不定呢我们有 OCO 呢，有亿的啊，亿的房子想买的，最好连他一起买了啊，不是啊，不，我们不搞人身贩卖啊，是买房子，就把你一起收购了，哎，不能叫收购，叫恩爱了，对吧？看我们的观众里面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应该有。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不仅是因为在 YouTube 也有呢，我们就是网络上也有，所以全世界都看得到，全世界都看得到，就是想看的都看得到，是公开的，所以今天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他找男朋友，我们小周啊，好，你可以带卡子啊，等一下，我在问我旁边这位美女，她今天演的就是，对。他是第二集里面我们一起在他在高天马场的那个广场里接的我和你们老板，对吧？我一看，哎呀，又来一个高的，又那么好身材啊，结果后来我没有，哎，是在室内的时候让你拔了下口罩，我才知道你长什么样。的确我也不认识他，他我也是今天第一次见，那他更是，对吧？就是的确你们老板还真会找人，对吧？长得又漂亮，身材又好，穿着打扮都很得体的，不过这一点是很难得，很难得。就是因为当然有些虽然是中国人到了国外，有些不会打扮的还大有人在。反正我有一个亲戚在这里也好呢，有一个前妻好，有些有人会打扮，也有很多女孩不会打扮，说明你心态是很年轻。刚不过我前面已经问过你，你很老实的承认你已经结了婚。对吧？刚刚结婚一年，还没有小孩，对吧？好，你把口罩拔了，你把口罩拔了，让大家在正面看，帮你看清楚一点，对吧？你贵姓来着？我姓林。姓林，她不找男朋友啊，她不找男朋友，但是她姓林，是福建的是吧？是福建的。福建来日本多少久了？来日本15年了。15年？哦，15年，福建哪里？福建福清。福清哦，福清来的住横滨的很多耶。哦，我是住在卡马岛。卡马岛离横莆田离横滨近吗？离横滨坐电车的话大概20分钟。20分钟 ，OK。反正我知道福清有很多在那边，对，是，福清，我对于福建的女孩子，这个福清啊那边的，因为在我们歌舞伎町真见也有，也不少。然后女孩子很努力，女孩子很努力，很勤奋，你肯定属于那一种，再加上还漂亮，身材又好，哎呦，简直，你准备什么时候生小孩？有没有打算？暂时还没有打算，因为现在主要还是想先拼事业吧。哦，拼事业是为你们老板多挣点钱，是还是为你自己多挣点钱？都有，都有，都有，对对，为自己挣钱是最重要的。第二才是为老板挣钱，是不是？是，听小木哥的。天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是，就是哈，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是天啊，是人不，就是当然了，在客观上，主观是为自己，客观是为他人和为这个集体，那客观上要做的正确就对，是吧？只要不要是坑蒙拐骗就行。是。不过你来日本都15年了，是吧？应该对日本人。比他们这三位要了解。你来日本多少年了？现在30几岁啊？你是不是6年？36了吗？36，你是几岁？10、20来的？24了呀，23年。23年了，来日本。对，那他是老前辈，你是15，你是第二前辈，在他们三个里边。那你是？没有像他一样的去搞布伦吧，在京都啊？没有，我没有，不是，你是说京都啊？京都他没搞过布伦，
也是其实偶尔搞一搞也没关系的。那、老板在老板同意啊，我觉得京都挺好。京都挺好，干脆以后这个把这个公司迁到京都去，是，我觉得可以。迁到京都去，发展方向。对，反正现在 telework 都是用打电话来上班嘛。刚才你在节目里不讲吗？你现在那个办公室都不要了，都在家里这个办的地方。好，我们先不谈那个房事，谈这个房事。我劝导，可以玩玩点小的，不能没关系的。好，你可以戴上口罩了。好，我们这位大哥，大哥今天。大哥今年几岁了？哎呦，长得好可爱吧？跟我们摄影师一样的，长得胖乎乎的，挺好。来，多少岁？我32岁。32？对。32，你比他还小一点。我比他小4岁左右。小4岁。啊，对。你开那个店开了多久了？那个美发店。美发店开4年多了。4年。嗯。开4年，你是跟他租的房子？对对对。然后才认识。他刚才刚才我刚才想问他，你跟他租那个房子多少钱租的？你讲实话，说实话，讲实话，没关系，你别跟他私言掉啊。25万日币，然后加上税是27万5千块。那差不多，他没讲假话，他讲，差不多，那还是在那种路口还是挺还是不讲那个房事了，讲你的房事。你结婚吗？你结婚了？结婚了？对对。不过他也结婚了。我是结了好几次。对，你要到我这里，你是第一次结婚吗？对呀。第一次。OK。对。OK。你小孩有吗？有小孩有的。几岁？现在7岁了。7岁，小学1年级、2年级。一年级。是在日本出生的啊，在中国出生的。在中国出生。对呀。那你太太也是中国人？那是中国人。你们俩是除了北之北之分开，他搞不动产，你开美发店，你们俩还合作开这个卡拉 OK。对对。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卡拉 OK。对。我们有这个劳斯莱斯的这个房间，是属于你的是吧？旁边的那个宾利是你的是吧？OK。就你们俩合作开，合作的是刚刚开始还是什么？一年了，这一年的经营不容易吧？挺艰辛的，都是好朋友的工作，是吧？对对。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讲那个一年中你那个事情敢不敢？您是指的京都吗？不是京都，没关系，你要觉得不那个，我们可以这里可以把它剪掉，就是你。得了肺炎的那个事情，他们知道吗？就是 corona， corona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可以讲是吧？那不讲，我对不起，你先戴上口罩，我问他这个事。就是因为我想，我们去过京都嘛，主要肺炎就是 OK， 就是正好问到一年，你们合作的一年对吧？开这个卡拉 OK， 然后你在开卡拉 OK 的时候得到肺炎是吧？是的。那你得肺炎的时候是？你觉得是因为卡拉 OK 见人多呢，还是在哪见到？你大概有个标准吗？有个方向是谁感染给你？应该是在我经常去的一个店。哦，你喜欢喝酒？对，但是不是在这里？你跟我差不多喜欢是吃喝嫖赌的是吧？对这个不是，京都吧，就现在开始努力啊！京都现在开始努力，那都向你学习，对，都向你学习，学习啊！你是去喝酒的酒吧是日本店还是中国人？日本店啊，在那里感染，你感染的情况怎么样？我自己的话一点感觉都没有，倒真的是凑热闹去检查一下唾液，就是测了你有，对，真的就是我们。就觉得某个人一定会得的这个人，结果是阴性，然后我得了阳性。嗯，然后这个时候反正自己也挺纳闷的，然后在家就被强制隔离了10天。是在家里还是在？家里。就在家里强制隔离。对。那你小孩怎么办呢，老婆？小孩老婆在国内这个时候。啊，还正好不在日本。对。哎，那就是。你老婆小孩不在，你跑到外面就鬼混，所以感染了，活该，活该。OK， 我再继续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经营这一年之间，对吧？他得了感染，他得到的时候，他告诉你了吗？我们一起去做了检测。你也感染了？我是阴性，他说了某个人就是我。是我是阴性，他是阳性。然后我又打疫苗了，然后我觉得。
我感觉应该不会再感染了吧。嗯哼，因为那一段时间他感染期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还一起喝酒，嗯，我还没有事情。嗯，就孔令人就他陪我嘛。啊啊，就他陪我。嗯嗯，所以我感觉很神奇这件事。嗯，他觉得你有，所以我们俩一起做检查。对，并不是他已经要晕倒了或者发高烧了，对对对，发热都没有这种症状的情况之下。你们俩跑哪去检查的？我们去的磁带的南口有一个是和航空公司合作的哦，一个公司去做的。嗯，然后他可以免费检测。嗯，不是免费，是需要好像是10000日币吧，当时作为检测。然后当天晚上打电话来的消息，嗯，我很哔哩哔哩，我觉得我会感染，嗯，但是最终感染的是他。OK， 那你们为什么两个会想起要去做这个呢？会觉得你会有呢？因为我们有个共同朋友，然后他得了，他已经得了啊，对，他确切的知道他已经得了。对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去做一个比较安全一些嘛，为了客人或者为了朋友，大家的安全着想去做了一个。那就是你那个共同的朋友得了肺炎的这个人主动告诉你们的。啊，对，会告诉我们的。那是好事，要不然他不检测出来。等到老婆小孩回来又感染，对对，等下他去跑到京都去又感染给别的一级啊，这整个京都都肺炎了。对对，就是这一年中你们的经历的刚刚开店，而且应该遭受的损失也是不小吧？啊，有损失，对吧？租这个房子，嗯，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吧？不是，是我们租的，你租的啊，租的 ，OK， 就是你们租这个你们房子，嗯，多少钱房租？150万，150万，哇！你肺炎期间敢开啊？有客人来？有，但是不会说，就是说有，但是不会说像没肺炎的时候这么火爆嘛。嗯嗯，人这么多。你开美发店开了4年，是吧？对。就是在他那个楼上，对对对，六楼，对吧？对。那就4年，你们的这些客人，你可以告诉他，我要开卡都。对呀对呀对呀。那你剪完头发，然后带你男朋友，你剪女的吗？女还是男的？你男的剪，那带你情侣来。啊对。啊，我还给你打点折。对对。还优惠。对对。甚至我亲自陪唱，对吧？就别去京都了，别东京的京都了。你喜欢唱歌吗？我很喜欢，但是我五音不全。很喜欢五音不全，经常唱吗？经常，我不敢唱，但一个人我会唱。哦，你呢？他应该他能唱，我唱的也不好听，但是他但是自从和他一起唱了以后，我就突然特别有自信。有自信，跟他比呢？对，不，我听过他唱歌，挺好。在一个日本的斯拉谷，就在这附近那个马路对面，是吧？那是一帮日本人。还可以，他因为他很小的日本，这日语讲的简直比日本日语还正确，还准确，然后你看他现在我们做了几期节目以后，他讲下来的中文也一点不落，也一点不落，这个还是要点智商的。好，我们就不当你的部下表扬你了，吹捧你的，好，行，那个我问过你们每人一个问题，你先可以把分数带上。你们其中谁，包括你也好，包括你也好，我们都是第一次认识啊，第一次吧，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有什么关于情感的呀，或者什么，或者是能不能从我身上得到学习的？是，我先提问。好，行，比较那个。就觉得厉害的地方吧，就是小萌哥那个，就过去那么多老婆，我不是同时有那么多老婆，是，就过去嘛，就那个，就这个就包括有时候吃饭，就过去的两位老婆会不会同席，这样一起吃？一起吃没有过，但是因为我开了湖南菜馆以后呢。我那个日本人的老婆的前妻呢，有来过好几次我的店，他们也有碰到过，是，碰到过，也打了一个开心不开心的招呼，反正也打了，反正互相都知道，但是我要把他们叫到一起来吃饭，我觉得好像都有点起码之意吧，这中文怎么讲？起码这就是有点尴尬，有点尴尬。所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想肯定有一天一定会
那就等到我死的那一天，他们都要来参加我的追悼会，那我想可能都会来，因为我跟他们每个都是朋友，啊，每个都是朋友，我可以把不同的妈妈生的小孩经常吃饭，是，嗯，经常吃饭，所以他儿子他们的儿子都跟我在联络的话，那就我死了的话，如果我还找到老婆，那我老婆一定会通知他们，是，那他们的妈妈也会知道，所以我想可能有那一天就是。我走了的时候，他们呢也不一定吃饭，反正同时到那个追悼的那个现场来碰个面，可以有，但是能不能坐在一个桌上我也不知道啊。嗯，如果是我突然变得亿万富翁，很有钱了，我说你们必须来，不来这一亿我就不给你了，我想他一定来，一定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确实。嗯，所以说呢，男人还是要强大。强大，强大以后呢，说明我现在很弱，还没有这个能力把他们叫到一起来吃饭。就强大，有钱，把事业做好，也可能呢，有人就服你。嗯，你想，但不要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吃顿饭嘛，也不是太大一件事吧。刚才你是讲到你们那个比较开这店一年，对吧？对啊。然后你的同伴、你的伙伴，怀疑你有，你们俩一去检测，结果是他有，你反而没有。对。好像是他而且打过一针的，在国内打的一针很强行的针，是吧？打了强行的那针，结果跑到日本还是得了。然后呢，你后来去打了两针，对对对，你到现在还没感染？没有没有，没有感染。你们家的跟你们一起喝酒的人也没有感染？没有没有。那他有点怪，是不是？中国那个里面，你打了那针以后，把你那个我打的那个对是活的啊，活的，把那个活的测出来，测出来是阳性的。我们这没有科学工具啊，我们胡说，胡说。好，我再问问他，你长那么帅，你是有找女朋友吗？现在嘛。现在有女朋友。是他追你还是你追他？诚实招来。就是双方都比较有爱慕之心。对对对对对。谁心就勾搭第一下的呢？应该是我吧。那么一般男的是比较主动的。一般男的要主动一点。对，但也有女的比较主动。也比较少。比较少是吧？比较少。可能你别帅还没帅得够，帅哥，不，你已经够帅了。就是那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准备很快结婚吗？明后年吧。明后年结婚。现在为什么不马上结婚呢？因为我工作也没多长时间，还是想先，因为在一起也差不多快一年时间，差不多因为现在疫情嘛，疫情还是回国见下父母之后，因为我女朋友也是中国人，然后见下父母之后再考再。双方，家长都见过之后，然后再结婚的，还没见过是吧？对对，还没见过，没有机会回国。现在你们家是富二代是官二代？为什么一定要见了才能定啊？要看自己不能决定吗？双方父母吧，都见一下。双方父母见一下，看这个人怎么样。毕竟结婚，按我们中国传统来讲，还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就不像西方说你们两个情投意合啊，就 OK 就可以。你肯定父母也得看。对，基本上没什么。反正我结了几次婚，我从来没有父母同意不同意。我找个女朋友带回家，她不同意，我也把她带回家。带回国内吗？没有，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中国。带回家睡觉。带回家。小顾哥那会儿应该。八十年代那更封建，对，更封建，所以这点上我比你胆子大，你还通过你的父母同意是吧？还见过面，才能结婚，走个流程，给他们个面子啊，那也对，也对，也对，那你就觉得你这一辈子就是这一个了吗？因为三十岁了，可能差不多考虑结婚的事情了。这个就是因为和以前心态不一样了。以前现在可能二十多岁的时候完全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那会儿交往，我之前有个交往七年的，快七年了，六年多的时候应该。然后还是六年。对，因为交往了六年，断断续续。断断续续。他在国内，然后又异国恋，反正我的经验就是，
异地恋是真的不行。不行。异地恋，你感情再深，其实到最后没有结果的。结果你找了别人，他找了别人，就这样。对，就中间可能还陆陆续续。怪不得你在京都待着的。那对。京都可以。呀，异地恋，异地恋是吧？有时候也看不见，摸不着，随便讲个谎话就跟别人上床都有可能的。有，是不是？这看个人嘛。不是，看个人，是你先还是他先？你们俩异地恋，是你先搞不伦，是他先搞不伦？我们都是分手以后，基本上都是分手以后。然后他那边找男朋友了，我知道了，那我肯定。那你怎么？他是先他告诉你的是吧？就是跟你。他有跟我说。他有跟你说。那我这边肯定会不甘心一些。哦。就是他告诉你说我有男朋友，我这边男朋友了，我不跟你睡觉了，你回来别找我睡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差不多这个意思。那就是他先搞，不能先呗，对吧？他应该跟你真正断了以后，对吧？说哎呀，我也没有男朋友，但我不喜欢你，那叫真正断了才去找别人，是吧？那会喜欢可能还是双方是喜欢的，就他没办法啊，他有点舍不得你，就两边想勾搭，两边勾搭，这人不好。也不过这种人世界上太多了，你别说勾搭两头三头都有。女孩容易寂寞一些，我不敢。女孩容易寂寞，你还是。而且你在国内，你在日本，你怎么？比如我读书的话，也只有寒假暑假，两个月时间，回去陪，大多数时间你不在别人身边的。不是。别人肯定是，就。他寂寞，就是守活寡的那个。守活寡。那他女方其实是更难受的。他要找个男的去安慰他。女的27、28岁肯定缺乏。女的是蛮体贴女孩子的，这是对的，这对。就是后面想明白。那说明你的女朋友就找到你结婚的是找对了，像你这种人那么体贴女孩子，这女孩子先找，在外面去找了一个晚上，然后这个搞点不伦啊，或者是哪怕是异地恋啊，你也能理解，你就觉得能完全能理解。能我从高中就开始异地恋比较多一些。就想搞异地恋。高中的时候就不是，被戴绿帽子那种，就是因为异地恋的原因。改天去六楼染个绿头发。你在高中就有戴绿帽子的历史了，就是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女朋友是在北京。然后他跟。然后他跟别人去睡觉，被你发现，你就觉得你戴绿帽子，是这个意思？经常被女孩子欺负嘛，你不是？性格可能。是你的性格还是他的性格不好？应该是我的性格就是比较能忍一些。能忍。然后也不会就是说异地恋，我就必须说我来，很频繁的跟你互动那种。然后慢慢那边可能没安全感了，然后就。会去遇到一个好一点的，长得帅一点的，可能有钱一点的，然后就别人再勾搭他一下，他就飞了。对，就这种，其实因人而异，但是他反正已经比较多这种情况，他已经跟别人睡上了就算了，我再自己找，对吧？那你现在找到了，你觉得可以安稳的结婚吗？可以啊，那就好。这个就很肯定。好，你把口罩戴上。好，谢谢你刚才的回答。我问你旁边的小高，对吧？小高，我们老表，对吧？对。其实我们观众朋友，我告诉你，他女朋友就是他，就是小高。所以当然呢，他可能是在他旁边听到这些东西呢，也有些激动了，我看见眼泪都要出来了，是吧？是不是？不过他要找到这样的老公呢，应该还是蛮幸福的。他前面讲是别人找到他没有安全感，是因为异地恋没有安全感。现在呢，在身边。他其实呢，尽管是跟我在回复我的话，实际上有一大半是告诉他现在的女朋友马上要结婚的未婚妻，你安心吧，你找到我一定会幸福的，我很体贴你的，哪怕只要你不让我戴绿帽子，哪怕戴一点绿帽子也没关系，不是吧？是这个意思吧？不是这个意思啊。OK 好，我就不要太多问你了。其实通过他的讲话，我一公开你们俩的事呢，大家已经知道，就是他们同时来日本8年，是吧？现在又在一个单位，是因为你们恋爱了，在单位恋爱了吗？在一个单位恋爱了吗？是在这个单位。以前其实挺巧合的。因为我和他以前刚来日本的时候是一个语言学校。就是当时在大阪。语言学校是一个。对，语言学校是不怎么熟。然后我来这个公司以后。就发现他当时也在这个公司里面。就也是一个缘分。那时候才去开始去勾搭以前的原来认得那个时候2年这个地方然后一勾搭起来还挺般配的，是吧？已经在接触一下才接触了，对。
这那就你们接触了有一年多了，两年。我们就很快就在一起，就接触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一个月在一起就变成真正的男女朋友了，是吧？前面只是吃吃饭。前面吃饭都。都没吃啊。都很少。你太小气了。有吃过几次。也吃过几次。这是谁掏钱？是他你？他哎呦，对，这是我们中国男人。吃饭跟女孩子吃饭，你勾搭人家嘛，那肯定要那个的，是吧？你要演那个异地恋的，已经把他扔了，对吧？反正他已经勾搭别人去了，就不管了。好，那要祝你们俩幸福啊！也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学小木哥。那么现在还没结婚哦，我不是讲坏话，也不是讲不吉利的话，就是祝福你们结了婚以后幸福美满。偶尔哪怕搞一点不伦的事呢，只要不被对方发现。这还是照样的幸福下去啊，是这样的，可以吧？好，我在你不是结了婚了吗？你们俩都结了婚的吗？有没有偶尔有？反正你的老婆也不在，你老婆也不在啊，你跟我们的东京都记的观众朋友们讲讲你的真实心里话。就结了婚以后，哪怕你有小孩，你还没小孩，有时候碰到一个男的，碰到一个女的，还想跟他去。搞点情啊，投点情啊，想喜欢啊，甚至是上床啊，有没有这种时候？我现在一心想的是事业，搞钱。哎呦，哦好，对，搞钱，搞到钱就不放美女人。啊，到时候再说。啊，再说，你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是吧？好，那你有没有？我女的更不敢讲。白问了，好，我就不问了。我问你，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你想？什么呀？什么样的男人？我。你不是全网找男朋友吗？什么样的标准吧？就把这个标准告诉我们的观众。我以前可能会比较看重外表，就觉得要身高要高，长得要帅，现在可能因为老了，就觉得这标准降低了。对对。因为你自己身高有1.71米，至少要找个1.81米差不多的那种。其实也。有没有？就跟你差不多高也行。差不多也行。啊，那1.71米那男的也矮一点哦。是男的就行。是男的就行，1.75米以上是吧？差不多。差不多，那像我这种，我1.78米，就可以。可以身高是绝对没问题。那外表现在已经不讲究了，那你要一个外表不讲究，类型要好，好到什么地方呢？还有他的职业啊，还有他的收入啊，这个要考虑吗？不考虑。收入其实，因为毕竟我觉得收入还是要看，社会经验之类的。就比如说跟我一样刚毕业，应该也不会说收入特别高。但是就说如果说工作能力是 OK 的话，我觉得将来会有钱。这个钱的价值就是他有这个聪明劲，他一定能挣到钱。现在不在乎他存款有多少才能跟你结婚， 是这个意思对吧？那是要找日本人还是找中国人？其实都可以，都可以，对国籍没有什么。你又没在日本有没有交往过日本男孩子？没有。对，四年没有日本男人追过你？有追过，但你没答应。对。那个标准要比较矮，要不就是完全没钱，是吧？或者自己，或者脑子不好。在这边遇到的日本男生都是大学生，当时。就是感觉就算交往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对。所以都是朋友比较多。就吃吃饭而已。对对。那吃饭是日本掏钱吗？AA制。AA制比较多。AA制比较多，是的，跟日本，你看还是你表现得好。你看吃饭是你掏钱，你看日本的税，我跟我第三个老婆日本人吃饭也是，就我请一顿，他一定要请我吃顿，但我不会让他请，甚至也是把我吓一跳。我们进个情侣酒店10000块钱，就是歌舞厅10000块钱，他给了我5000块，他说我干嘛？他说刚才那是10000块钱，我出一半，他是很认真的跟我讲。他说你请我吃饭可以，那我也开心，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我比你可能更开心，我一定要出这5000块。是这样告诉我这个理由，我还真接了这5000块，可能吃饭比这个钱更多。所以呢日本这个 AA 制的这个习惯呢，还是蛮好的，所以
将来你也可以觉得可以找日本。你平时才来日本4年对吧？对。4年，那我觉得你将来怎么样的？你有没有想到过我到哪一岁就一定要结婚？要不然就，你刚才说你年龄大了，对吧？年龄大了，到还有几年的这个标准，我不问你的年龄啊，而且那个容易暴露。那你还有2年，还3年，还5年，这个期限？希望的话，5年。5年以内。对。啊，5年以内，那大把有的是，大把有的5年。如果1年的话呢，也有，啊，那就标准就完全降低了，是吧？那按照你的标准，5年内的话，我帮你想想你的年龄，应该是，是在叫岁的话就30岁啊，是，差不多。嗯，好，我明白了，明白了。好，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我其实小时候，很小时候，我看过那个小木哥的一个纪录片。好，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那会儿初中，初中还高一。又哎呀，又来个粉丝啊！又问你，又早讲了，真是。好激动的。这就是在那个名字我记不大清楚了，有那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写那个歌舞伎町案内人之前的那的拍的那个视频。对不，就是也就是歌舞伎町皮夹克吧。啊，对，凤凰卫视的一个纪录片，唐人街的，对，我在大街上骂一个胖子北京啊，后来还让你把那个书的名字给改了，怎么的那个，对吧？那个本来叫是什么？我在东京拉皮条那个啊，对，你让他改的好听点啊，改了歌舞伎町安奈人啊，对的，那个纪录片你看了？对，那是你很小，那应该是很小那会儿，03年，那会儿我大概就初中，就05、06年的时候看的，03年拍的纪录片，凤凰卫视的，那个时候没有网络，那你们家应该是有点钱的，能看到卫视哎，凤凰卫视。我在电脑上看。哦，电脑，哦，那是有电脑就有。那会家庭电脑应该还是比较普及一些了，哦，在国内的话。已经有种子了，是吧？哎，有种子，有种子。哎，你们年轻的女孩子听得懂种子的意思吗？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啊，OK，OK，好，一般是看黄片啊，对，有种子，对，是这个意思。哦，是很初中的时候看的，对，有印象。那会儿印象太深了，就因为看这个片子。因为当时对日本的整个社会，不是受我的影响跑到日本来的吧？不会吧？人应该还谈不上。萌芽上面的。萌芽上。萌芽可能很多，就是说，因为我来日本之后，估计都是5、6年、7、8年之后的事情了。肯定还是有些启发的。启发了你什么呢？比如说的那个。就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啊，对日本的啊第一印象。对，就你刚过完那会儿，因为是舞蹈团，我记得啊，对我跳舞的，对舞蹈演员。对，其实挺辛苦的，整个纪录片，就那个，就你讲，就讲你那个当时可能做得好，就是发展以前的是一件事情。他也提过。对。觉得。有日本老婆也上镜了，对，也在讲。那会儿觉得 ，OK， 好，我的事情就不谈那么多了 ，OK。好，你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我想问你，刚到日本那会儿，就是说在一个可以说一穷二白吧，那会儿刚过来的时候，那会儿跟，比如说就是想过就是找女朋友方面的那些事情吗？好，你跟我，比如说女朋友那些，我所以我在前面两期节目里面。我为什么这次对于高天猫场的这两期节目是特别的看重，而且我做的工作的准备工作，蒋南翔到昨天我跑了一整天，就为了我们今天来拍的这2、3期节目，摄影师是知道的，我们开会都开过好几次，很晚了去他们公司跟他谈，甚至我要贴牌子的地方，虽然是他的楼，给我贴，但人家店主不给。以前是答应的好的，但他说突然说他要做一块牌子，他要做一个餐厅牌子，那的确那个位置非常好，所以又遇到这个麻烦，我又把他揪出来，等他起来把他揪到那里去，做不通，他最后才把那个牌子，把你们公司的牌子让了一面给我来贴，我的牌子挂得很高，可能你还没看到，你们今天在上班，所以我对高天马场的情感特别的深，所以在我刚刚来的时候，作为留学生，我第一个日语学校就是日本外国语专门学校，就我现在新楼的隔壁就是日本外国语学，那个是日本最有名的学英语的外国语学校，但是他最早开日语班为外国人，
我是最早一批88年的，就在高铁广场，就刚才我告诉你那个比古布库斯对面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带着老婆来的。哦，这样的。我带着老婆来的，然后他搞布伦吧，他搞布伦生了一个小孩，这个验出来那个 DNA， 那是19年以后才知道不是我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跟我闹的时候，我肯定想去找别的，我也找安慰啊，不管是心灵也好，精神也好，特别是肉体，就我觉得肉体跟精神是一致的，对，是啊，是一致的，如果能得到肉体的，精神上也会得到安慰，如果只是嘴巴讲得好听，比方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的总给我感觉可以上床，结果到最后还是没上床，你会觉得很失落，很失败，而且浪费时间浪费钱，你那种感觉是吧？你要就挣得来是吧？是真喜欢就上是吧？这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在那个时候肯定想找，但又没有钱，又怎么办呢？那就刚才我们讲回那个，就是男的，就是像我们的美发师讲的，一定要自己想自己能挣到钱，那就拼命去发纸啊，拉客啊，或者是跟流氓斗啊，跟警察啊，跟交往啊，就像新书事件讲的那个原型的那个差不多，就是成龙跟警察打交道那一部分，所以就是逼着你自己要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说但有个底线，但同时呢要找这个女朋友的时候呢，那在歌舞伎町在日本还是很容易的，对是吧？那你知道刚才我们就谈到的布伦文化，他人家也老公没关系，只要我喜欢他，只要他愿意，我们就肯定上床的，啊，或者他为了我去跟人家离婚的也有啊，也有，当年就有，当年也有，所以这个就是还是一种喜欢吧，你说有多少的多深的感情，男和女的之间，你，我不是说我看透的人生啊。你说有多少的感情啊，多深的感情啊，而且也深得很长时间啊，这我不太相信，你不结婚不在一起磨练，不在一起吵架，你不知道我，但我不是说你们俩马上要结婚了嘛，你们先结一次试试看，知道吧？结了婚之后才结了婚以后才知道，5年以后再讲这句话，10年以后再讲这句话，是吧？但我对于那些结婚能够结50年一辈子就结一次的，我觉得这人生好像过得不精彩，这是我的认为啊，我只能这样回答，我回答的对吗？那还是你，还是我没有回答完你的问题。嗯，可以，可以了吧？对，好，就是说，自己当时那么拼命，实际上还是想得到一些安慰，精神的，对，就精神的、肉体的，女方那边的一些，对，如果你就是普通的打工的话，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多女的在乎你的，是。但是你要想得到对方的照顾，你一定要自己至少比他强，或者跟他一样的强。如果你做不到，我们男人也不可能吃软饭，是吧？不能像他一样长得帅，人家富婆给了他几个亿的房子就拿到手了，对吧？我们做不到。什么目标？所以男的还是要强大吧，就是长久的一个秘诀。对，长久的秘诀。男方你要强大。我没有，你看我离了60。离了6次，第7次还没接，所以我没有长久的秘诀，所以这个无可奉告，只能这样讲。这个我有三思了。当然了，如果是，那就是要有牺牲吧。如果是真想，真的，我讲就两句话，就是你跟一个我再喜欢的女孩子在一起，一般是3个月，最长也就3年。最长也就3年，还能在一个床上，3年以后能不能在，哪怕是在一个房间，不一定在一个床上，这个就要你有没有牺牲感，你能不能就是愿意去忍耐那种已经没有那种肉体的欲望的时候，还要我们去讲情，这个东西是很矛盾的，很难的一点，至少我到现在是做得不成功。所以我又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告诉你，因为我毕竟离了6次，姐，我是觉得，人活一次，就我刚才讲的那个奈夫寂静庆，这个老太太，尼姑，你去看看她的文章，看看她的作品，特别我推荐一个电影叫《花心》的电影，
来到菲律宾的时候网上都有的，讲的是一件什么事，那就是讲的人性。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围绕他开始起这个因，就是但里面有要结婚的，有已经结了婚的，已经结了婚的和这个还正在找男朋友的，是吧？那我们一起来聊的就是各自的想法，是吧？那就是我们对这种还有追求，但就是好的，可能你追求出来的就是比人家伟大，嗯，就是爱到深，爱到底，是吧？这个当然是好事。那能不能说这句话？等到五年或者十年以后，我们再来一次这样的讨论的时候，是吧？等你的小孩大了，你是不是要在外面给你女朋友戴绿帽子，或者你女朋友没有给你戴绿帽子，你能不能正式的讲了？那时候才能讲讲这句话，是不是？嗯，但要为这去努力，是要经过很多很多，就是翻山越岭一样的，嗯，不是件容易的事吧？好，我们这个话的讲着，你还有什么？嗯，我可以问。那个啊，你可以，哎，女性。在传统观念中，就是大家会觉得是，结了一次婚，你认定了那个人，即使你可能就是，在婚姻期间中有其他喜欢的人，但是要扼杀自己的那个想法，然后就是专注的对那个人，就我们传统的观念是这样子的，但是就是像小木哥说的，就是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布伦文化还是就是可以去尝试的，对，所以我比较想知道，就是小木哥对婚姻的这种看法。嗯哼，我是很讨厌婚姻这两个字，嗯，这就是个传统的封建的，嗯，比资本主义还讨厌的封建传统制度。这个我觉得应该取消这个结婚证，嗯，嗯，取消结婚证，取消婚姻，这是我在公开的其他节目也讲这个问题的。所以当然不是导致我一个人，导致在日本整个很多地方有布伦文化。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京都，对吧？开玩笑也是这样，但实际很多的文学作品、电影作品、电视剧都讲京都是个不伦之城，不管是几十岁的也好，十几岁的也好，男的小，女的大，女的小，男的大都有。想去的城市就是京都，因为它风景好，对吧？也很雅致，也很安静，就偷偷摸摸的感觉，就有偷情的感觉，所以他愿意。其实人，你说刚才我问过你们，也有没有想去偷情，对吧？现在你回到我这个问题，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就是我本来其实我心里还想另外一个人，但是呢，我为了因为现在结了婚，我只能专注这一个人，本来我对这个人还爱慕之心，那但是呢，这个人天天在我身边，我也没办法，是吧？这就是开始想偷情的感觉，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你应该到这边去偷偷情，偷了再说。偷一次算一次，因为人呢只活一次，你只是在这个绑在这个上面啊，真的不好玩。如果你有这个心想找那个的话，这就是开始想偷情。所以这个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个偷情是恋爱里面最有味道的一件事，明白吗？嗯，是有，应该很完整的回答你了啊。所以如果你也想偷情的，我坚决的鼓励你，嗯，然后你遇到什么麻烦搞不定的找我，我帮你，嗯嗯。当然我不知道你想找什么样类型的，你是中国人日本人？我现在老公是日本人。哦，啊，那你偷情的对象一定是中国人，我可以想象到，因为是不是这样？我暂时现在还没有偷情的对象。对，就是你想喜欢的这个男的是中国人，对吧？现在还没有喜欢的。就你想准备。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可能会。就是中国人是吧？我明白了。其实你看我在日本呢，那我跟中国人、日本都结过婚，都有失败，但到最后找了找去，还是中国人比较多，因为我们同一种文化，同一种共同语言，嗯，就不一样的，嗯，所以以前我还不太理解，哎，我说这些中国人跑到日本来了，干嘛不找着日本妹子一起结婚啊？那么后来我自己结过以后，我就明白了，再漂亮的，刚才说了三个月、三年就过了，对吧？就是真正能够共同语言、共同沟通，是吧？还有小的细节，说两句就可以，嗯，就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讲得很亲近，对吧？
你要跟日本人啊绕了，不管你日语再好，那文化理解程度不一样的，总搞不拢一起。我支持你，坚决支持你。嗯，好，嗯，我回答完了吧？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啊，可以，我还有，我没有时间了。好，那不，嗯，我还有几分钟？还有一分钟。啊，一分钟没了是吧？这个停完以后就再没有了。现在4:05。OK， 好，那对不起，我们那再找时间，我们再录。我们今天就谢谢在座的各位，我们再找一个机会继续我们的东京都的恋情和不伦情，好吧？谢谢大家啊，再见，拜拜，再见。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